现在我们在 Marina of the Sea， 所以今天刚刚上到游轮，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去找吃，肚子很饿了。你看现在几点了？12:15。所以上到游轮的好处就是任你吃，所以走，我们上去找美食。 看到吗？这里就等于是一个好像艺术馆这样。然后你这边呢，你还可以知道啊，你要去吃什么？不讲你要吃东西，就看。哎，哦，你可以知道。等一下，哎，有什么东西吃吗？他跟我讲是在什么地方啊？Giovanni。 OK， 他就跟我讲这个地方是在第11楼，我们就不懂怎么去，就跟我讲 OK， 所以蛮方便的，就在这边 OK， OK， Let's go， OK， 来按上，对。 所以很清楚的列出来，有什么东西吃啊？所以现在我们要去的就是时间。看到我老婆多兴奋吗？哇！终于上了13万吨的游轮了。 我们去找吃。OK，在这边，咖啡。好，OK，开收。还有写时间 ，OK， 午餐是11:30就可以吃了，好吧，正合我们的意。现在不吃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在游轮呢。 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很轻松。OK， 来，我们找一个比较浪漫的地方。喂，你要拿的呀？ 我们就选择到这边吧，看到吗？这里景色极美，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呢，全部人都已经下游轮了，所以你会发现到这时的游轮没什么游客，但是呢，你还是可以任吃任玩。OK， 香蕉啊，是苹果比较。是啊，我是拿两个。面包。餐。都有三明治啊，所以都是蛮大众的胃口。对。